这个王嘉伦哦，刚答应讲不爱进都市，咱破解。不过咱不是住你的房间。你小狗还这种代志你也做着？我把下面那根木条打断，你就可以出来了。你是要追我？在一起。10月11号起，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华视频道阿姐。垃圾鬼！唔知有咩啊？是安怎？一个唔走去主科，二红酒怕七啦，啊一个是开什么木工教室？阿姐你慢点啊！本来在主科工作，却突然收到神明旨意。怎么会这样？刚没去卡到什么啊？神韵音调、动作每一个细节，张瑞佳尽力诠释济公模样。为了这个角色，每天都在上网研究。因为我以前很喜欢看香港电影，所以我印象是那个周星驰演的那个济公，在里面就是很疯疯癫癫，然后想要干嘛就干嘛。那我也为了这个济公的这个角色，我看了很多 YouTube。大眼睛、夸张表情，模仿周星驰的济公。出道20年的张瑞佳首次挑战全台语剧，还请爸爸担任台语老师，天天看台语剧、台语新闻，用台语跟朋友聊天做训练。角色难度提高，张瑞佳和前辈对戏大呼过瘾。爸爸妈妈跟阿姐是无同款的，阿姐是袂碰人困。其实我只不过是一个阿姐尔，就算我做过较济。把英文逼不跪地了，不要不。写实小人物的故事，要用温馨题材温暖观众的心。华视新闻林立婷、彭冠霖台北报道。